青木社长，伊哪会来啊？敢了过会记得，今日是咱的结婚纪念。其实你不是真心希望大风运作动，不是帮姚母了，伊反背兄弟，唔只有江小姐无得一家团。这明明是看到我甲志辉知影的代志。小人讲到江小姐，你就特别激动。志辉，这是阮三兄弟甲江小姐的代志，只有真正的兄弟才会安尼出头。志辉，三立台湾台八天档大戏《晚梦》。